美普度众生，以美引发众生内心的真善。现在恭请李嘉诚基金会主席慈山寺功德主李嘉诚先生为典礼致辞。We would like to call upon Mr. Li Ka-shing, Chairman of the Li Ka-shing Foundation and Dhammapati of Chi San Monastery, to say a few words.林鄭月娥行政長官、王志文主任、明山大和尚、空運大和尚、空運大和尚、各位法師、各位嘉賓、各位朋友，好榮幸歡迎大家來到慈山寺。今日慶祝慈山寺的開光大典及佛教藝術博物館開幕，慶祝我們大家珍惜的人民精神成全。我好喜歡《金剛經》裏面的解義：一切有為佛，如夢幻泡影，在佛教中，智慧由空破執著開始，啟悟連結內心的原力，以外動力，未來的有為是由我們的智慧慈心、冇執着的出世精神，化為積極的入世行動所充足。對我而言，佛教的哲理為我渡逢渡過憂慮、恐懼和變遷，把握好立心處世是一門藝術。我是誰？我應該怎樣活著？怎樣有美好的未來？最難的問題，我們如何共同前進，促進人類的繁榮？沒有演算法能夠解決生命中深刻的議題，我們各自要尋求答案。我希望慈山寺能為反思和探求的心提供空間。佛慈廣大，不擇眾生之細微。過去17年，我一直為支持慈山寺的推展的朋友祈願佛菩薩的支持，發展過程中得到很多信念不同的人全心全力的承擔，這些非言的精神和百正道中正見正思維、正義正業、正明正精進、正念正同，同香港的精神成全相應，亦是我哋香港故事的中流砥柱。再次感謝大家，我一生最重要的決定是成立基金會，有緣能盡心之所為服務社會。將收藏存展在此，
能同埋每一位有心人一起弘扬佛法，对于总福佛系感恩至深嘅。愿众生拥有充满希望、慈心、觉悟嘅人生。好多谢，好多谢诸位嘅光临，多谢多谢。先行離場，請其他的嘉賓先行就座。先生，先生，望住前面，望住前面個鏡頭，望住前面個鏡頭，望住前面係啦。係咁多位，我望呢邊，好，係咁多位，喺呢度。李生點一點個師龍頭啊！長官，長官係李生，呢度係嘛？李生好唔好啊？好啊，好啊，幾人嚟㗎嘛？跟住嚟啊！李生，李生，好，係係，唔該。金龍開光，如意吉祥，身體健康。主禮嘉賓請上車。好，多謝。李師大師吉祥啊！大師吉祥，大師吉祥。
度，唔好企喺度。唔好企喺度啦，阿張先生。你冇教嘅啫。好，我哋非常之高兴，今日系慈山寺佛教艺术博物馆启用嘅仪式。我哋首先请全部朋友影下相先。非常之高兴，非常之高兴，行政长官黄志文主任及各位贵宾今日嘅到临。我哋喺数或者慈山寺之后一齐系揭幕，好唔好啊？好，慈山寺，多谢各位主礼贵宾，多谢各位主礼贵宾。